的院子简直就是人间天堂。哪里呀、啊？怎么能和天堂比呢？能像这样被鲜花和蝴蝶包围着打牌，在我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。为什么呀？小王子的家不是也……别提了，院子里虽然也有些鲜花，但是飘啊飘的可不是蝴蝶。爸爸的内裤、爷爷的手巾什么的，总之在院子里飘啊飘的总是一些洗过的衣服。反正在我家到处都能见到典型日本景色，连茶也是日本茶。哎，对了，茶。啊，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的，我正好也口渴了，让妈妈帮我们准备了。总觉得像是我提醒似的。有一点啊，但是在这样的院子里喝茶，感觉就像是到了天堂。的确，真的很高雅。端上来的是果汁呢，还是咕噜咕噜冒泡的苏打水呢？久等了。喝喝看吧。这是什么？好像喝过，又好像没喝过。第一次喝，却又感觉很熟悉呢。告诉你们，这是放糖的大麦茶。哎，放糖的大麦茶。真的，这个味道是大麦茶。这个真好喝呀，我们家经常这样放糖喝的。没想到大麦茶这样喝就变成了时髦的味道，我居然不知道大麦茶还有这种喝法呢。我回来了。放糖的大麦茶？我在年子家喝的，真的非常好喝呢。哎呀，真好呀，我这几年的人生都白过了，居然一直喝着不甜的大麦茶。夸张的孩子，我们家的大麦茶也很好喝吧？但是不甜嘛。每家都有每家的味道，我们家的就是不甜的大麦茶。这个是谁决定的？一直以来我们家就是这样的。妈妈试试嘛，真的很好喝啊。没那个必要。不，妈妈不在家，刚好趁现在，仅仅是放一点糖就不用妈妈帮忙了。放多了吗？怎么没融化？这下糟了糟了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家的大麦茶以后就是甜的啦。我吃饱了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爸爸，冰的大麦茶喝吗？哎呦，真机灵啊。等一下哦，来喝吧，今天的大麦茶是特制的。是什么特制的呀？那个我也得尝尝那个特制什么来着。什么呀，这是甜的。小丸子，难道是你？什么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甜的很好喝。好喝吧，不愧是姐姐，真有品味呀。你这家伙。甜的大麦茶呀，你还是饶了我吧。茶，再来一杯吗？不是的。居然不喜欢我好心特制的大麦茶。饭后应该喝一点清爽的，而且大麦茶里面放糖，你不觉得怪吗？才不怪呢，又甜又好喝。那么生鱼片你会蘸糖吃吗？有没有透着糖味道的甜咖喱呢？我想是有的，因为秀树感激。我同意，放入了蜂蜜，很甜的。你们两个到底还是小孩子。秀树是大人。我看的话也还是孩子。是啊，秀树60岁的话，秀树花甲。不要拿我的秀树开玩笑。竟然说我的秀树。你给我闭嘴。好了好了，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不同嘛。对呀，不能说哪个正确。是吗？
是的，也许有人生鱼片蘸糖吃，也有人在味噌汤里放西红柿呢。是啊，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说味道怪啊、难吃啊什么的，因为每个家庭、每个家乡都有不同的味道嘛。长大以后会很怀念这种味道的。我明白了，那个就是妈妈的味道吧。也许是吧。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味道，你说活着的时候能吃个遍吗？不能吧。啊，爷爷的年龄比较大，他吃过的好东西比我知道的多，对吧？好吃的东西，那就是软的东西。不是那个了，是到目前为止你吃过的食物中最好吃的东西。最好吃的嘛，是什么呢？我吃过些什么呢？真是的，爷爷不会连刚才晚饭吃什么都忘记了吧？或者有什么临死之前最想吃的东西也行啊。临死之前，我只要丸子能够在身边就行了。我只是打个比方，你想吃什么？想到难忘的味道了。难忘的味道就是那个是什么？让我难忘的味道。难忘的味道是银舍利。银舍利。就是白米饭呐，冒着热乎乎的蒸汽刚蒸熟的银舍利。爷爷，难道你指的是一般的白米饭啊？我和丸子一起能吃到的银舍利是最幸福的。白米饭不是每天都吃吗？是啊，我每天都在度过最幸福的日子。银舍利日日与孙女共享幸福，有藏感激每一天的诗句。真是的，只要有白米饭就行了。爷爷也没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嘛。小丸子起床了。因为是星期天就一直睡懒觉嘛，快要吃饭了。早饭是银舍利呀。你从哪里学来银舍利这个说法的呀？爷爷那里。这样啊，真没办法。以后我要成为一个味道的挑战者。什么呀？那是寻找没见过的味道，寻找更加美味的食物。首先必须改掉你挑食的毛病。但是在味噌汤里放西红柿我可不吃。小丸子，昨天晚上这本漫画书一直丢在厨房。不好，要尽快还给冰淇才行，我去一下就来。小丸子，见笑，快点吃吧。我很忙，动作快一点。我知道啦。爷爷也是啊。在吃什么呢？这家也是热乎乎的银舍利。爷爷，瞧，煎鱼爆花加酱油。谢谢。原来也是醋茶淡饭呢。和蛋黄酱混在一起很好吃哦。蛋黄酱。小英，你也来尝尝看吧。为了看到难忘的味道，有时也会发生难为情的事情。我也想做自己独有的难忘的味道，要怎么做呢？我想到了。不行。怎么了？他说要在肉饼上放布丁，再浇上焦糖汁。说不定会很美味呢。那不就是把喜欢的食物放在一起吗？先不说那个，小丸子，爷爷等着我们吃饭呢。和丸子一起吃饭才好吃呢。那么我们一起尝试冰淇家难忘的味道吧。米饭上放点煎鱼、酱油、蛋黄酱。对了，再放点梅干试试吧。这什么呀？我开始吃了。有时是冒险，顺利的话也许会诞生自己独特而难忘的味道。这个味道很棒哦。这个味道不太适合我。
姐姐会放弃橡树吗？喂，姐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？吵到你了吗？对不起。你睡不着吗，姐姐？怎么了？难道是有烦心的事？说说看嘛。就算对小丸子说也……瞧，又来了！不要总是一个人唉声叹气的，试着说出来会好受些。我可是24小时受理烦心事的咨询呢。还是告诉你算了。说出来吧，我听着。想做的梦要怎么样才能梦到呢？我一直想梦到秀树，可总梦不到。我还这样在枕头底下放着秀树的明星照片呢。每天睡觉前我都在努力地祈祷着，希望今天能梦到秀树。啊，是这件事啊。因为现实中很难见面，我想至少在梦里可以见到他。啊，一定是那个原因。那个因为全日本的粉丝都在梦里呼唤秀树，所以要轮到姐姐当然很难呢。要我说，秀树还真是辛苦呢，梦里还要忙着照顾粉丝，他总有一天会出现的，耐心等待吧。不，等不下去了，今天就要梦到他。真是任性的姐姐。那我睡觉了。求求你了，希望今天晚上秀树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哎呀呀，简直就像是咒语。第二天早上。啊，看样子秀树的梦又失败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没有精神啊？没有了，妈妈。好像很疲惫的样子。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量量体温看看吧。不要紧，不要紧的，我精神着呢，不用担心。是吗？我吃饱了，那我走了。我也要走了。我吃饱了。路上小心呢。姐姐，不要因为没做到秀树的梦而坏了心情嘛，打起精神来啊。可能不行。我都那样祷告了。我想秀树可能不想出现在我的梦里吧。不会的，是你想太多了。可我总觉得在梦里再也不会见到秀树了。姐姐。哎，那个秀树啊，今晚也该在姐姐的梦里出现了吧。今晚秀树的确要演出夜晚的 hit show。真希望 hit show 一结束，秀树就能直接飞进姐姐的梦里。对了，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过，据说睡觉前看的东西容易出现在梦里，所以呢，看了秀树的电视，姐姐马上就躺下睡觉的话，不就可以了吗？这样行吗？秀树的演出一结束，马上睡觉就可以吗？这么做就能梦到。我会倾尽全力支持你的。我知道了。姐姐，秀树出来了。老了。秀树今天还是很受欢迎的。谢谢。就是现在，姐姐。我去睡觉了。不全部看完吗？秀树已经结束了。我也去睡觉了。你可以继续看呀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不是说过要支持你的吗？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吧。这样啊。希望今晚能在梦里看到秀树。好嘞，现在是决定胜负的时候了，加油。姥姥，你为什么为什么是什么呀？好啦，快点闭上眼睛。姥姥，关上心门。姥姥在我的面前，姥姥姥姥姥姥在我的面前。呀，姥姥姥姥在我的面前，姥姥。吵死了，在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睡觉的话快点睡。
是。晚安。唉，要和秀树在梦里相见真费劲。请问能跟我结婚吗？哎，和我？但是姐姐她……可我爱的是你，我喜欢你的娃娃头，吊儿郎当又可爱，我太喜欢你了，小丸子，你嫁给我吧，小丸子。虽然我是一个好女人，但是你居然这么大胆的告小丸子。小丸子，你不要紧吧？做噩梦了吗？刚才的叫声好恐怖哦。不是的，那个怎么办，绝对不能和姐姐说在梦里被秀树逼婚的事。没有啦，只是稍微有点可怕，多亏你把我叫醒了。我果然还是不行啊。哎，秀树的梦好像真的实现不了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道歉呢？不为什么。小丸子，你那么卖力的帮我，不需要跟我道歉的啦。怎么办，我是个有罪的女人。那个姐姐，发型要不要试试娃娃头？哎，为什么呀？秀树好像喜欢娃娃头。是吗？第一次听说。还有吊儿郎当。啊，吊儿郎当？据说他喜欢吊儿郎当的女孩。什么意思呀？秀树的兴趣真奇怪。真稀奇。说什么蠢话呢？姐姐要是吊儿郎当，妈妈就要犯愁了。这个家里吊儿郎当有小丸子一个已经够了。娃娃头吊儿郎当，说的不就是小丸子吗？但是秀树他……你从刚才就秀树秀树的，到底秀树什么时候说了这些？你不要胡说八道。他昨晚亲口说的。昨晚他说喜欢娃娃头吊儿郎当可爱的女孩子，说希望和小丸子结婚。我说你昨晚梦到秀树了吗？真吓到了。我完全梦不到，你却梦到了，而且还说什么结婚。这又不能怪我，是秀树擅自逼我的。我吃饱了。姐姐真可怕。就因为你说了莫名其妙的话。这都怪秀树不好。是，都怪秀树不好。可秀树也没错吧，因为那不过是个梦而已。梦才是罪魁祸首。姐姐你在干什么？够了，我已经放弃秀树了。秀树没有选我，而是选择了小丸子，真没想到居然会向小丸子求婚。这是梦而已。住嘴。梦也好，什么也好，秀树没有选择我，而是选择了小丸子，我祝福你们。再见，秀树。下一位是西城秀树先生。姐姐，秀树又出来了。我现在要去洗澡了。不看了吗？看来姐姐还在介意梦的事情啊。据说女人的心很善变的。姐姐，我一定会拒绝秀树的。今天晚上我会在梦里好好的拒绝秀树的求婚。晚安。秀树没有出现，我没能拒绝。但是姐姐早上好。那海报是昨晚又梦见秀树啦？太好了呢，太棒了。姐姐梦里还跟来一个电灯泡。电灯泡，让你久等了，对不起。秀树，杏子。秀树，等一下。姐姐，我是来拒绝秀树的求婚的。为什么偏偏挑现在这个重要的时候？我来拒绝求婚很省信用吧？那倒是的，但是时机不对吧？你稍微机灵点好不好？我好不容易才来的。
那么我就先走了。啊、Goodbye， 杏子。点灯泡，什么？哼，没什么。啊！姐姐终于在梦里见到了秀树，但是两个人独处的美梦只能等到下一次了。喂，藤木，你打算把这个怪里怪气的卷笔刀送给永泽当生日礼物？送这个损害到两个人的友情，我可不管哦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想要一件漂亮的可爱的雨衣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藤木为友情烦恼和小丸子想要雨衣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坦克拉丘林克，找一道黑。